记者庄佩仪综合报道。奥斯卡影帝里奥纳多·迪卡皮欧身边永远不乏美女，近日又被拍到和阿根廷20岁女模卡米拉·摩洛手牵手外出，亲密互动也几乎证明了两人正大谈父女恋。里奥纳多和丹麦嫩模妮娜·艾格德分手半年，马上交新欢。据报道，卡米拉是标准星二代，父亲是男模，母亲是演员，两人在阿根廷都相当有知名度。事实上，里奥纳多和卡米拉去年底就搭上，男方曾被拍到从女方洛杉矶家中走到车旁，短短路程低调谨慎，随后卡米拉也跟着出来，快速滑进车内，生怕被拍到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卡米拉于1997年出生，这年恰好是里奥纳多知名电影《铁达尼号》上映那年，可见两人差距之大。卡米拉也是目前里奥纳多交过最年轻的女友。里奥纳多·迪卡皮欧单身不到半年就结交20岁嫩模卡米拉·摩洛，翻摄自 US Weekly。